有鉴于我国的跨州出国松绑措施穷尽将至，疫情通行证 MyCijatera 在增设新功能，疫苗电子证书如今不单只是可以浏览出生日期，现在还可以影印证书，提供民众通勤便利。卫生部长海里今天下午透过推特转推一名用户的推文，证实 MyCijatera 手机应用程序增设上述两项新功能，针对部分安卓用户反馈手机还没显示更新页版面，开里受促相关用户耐心等候。至于面对其他关于疫苗接种或是电子证书的问题，凯里也促请民众善用 MyCijatera 的服务台功能寻求援助。